能再睡了。在发什么呆？好不容易才见着。那是当然，这里除了你哪还有谁？睡久了变笨了。在我腿上呢。清醒点了吧？出了点意外，我提前叫醒你了。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严莉莉亚这个名字也是刚才突然从脑子里蹦出来的。不错嘛，还记得我是谁。名字先不告诉你，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说说。你呀，以前不听我的话，去做了危险的事情后差点死了，亏得我机智灵敏，才想出了救你的办法。一下就说中了，你在这方面的本领倒是没有变化的。一点小问题，一两百年之后总会恢复的，不许有意见。我可是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将死亡赶了回去，有什么关系？真是小气的男人。那你来啊。天际是神之战的战场，前面那个浮空岛上面就是杰西斯的大神殿，后面与天君交战的则是魔女们。我原谅你了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你不是失忆了吗？等等，你该不会是在捉弄我吧？我要生气了。嘴真甜，但是突然有点火大了。反正你出去以后又要靠着这张嘴去招惹其他女人，那还不如先把你留在这里，等我回来再解放你。你倒是一点也不担心，我真的会把你留在这里的。哎，能这么肯定？是啊，我不会那么做的，但是有条件，和我约定出去以后照顾好自己，别去做危险的事情，不许忘记我。还有，我回来第一时间就要看到你。答应得这么快，到时候反悔了怎么办？不用跟我保证，不管对象是谁，决定要做什么或是不做什么，你是自由的，你可以希望任何事情，只要事后不后悔就行了。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够幸福，这就是我全部的愿望。来吧，我送你出去，也不能耽搁太久。去大神殿，这是你醒来前的梦，灵魂本来不会卡在这儿的，但这个梦太真实，让你变得分不清了，所以得让这场梦结束。当它结束的时候，你就能明白现实在哪一边了。不用想太复杂，用你的话说，梦大部分都做不完，基本上中途就会醒来，但也有必须把梦做完的时候，现在就是那样的情况。我可是大魔女。那是过去的我了，上次我们就是在这里分别的呢。是时空停滞了，因为我还没有出现在正确的位置，再走几步就行了，跟我来。凡人，萨拉死了吗？原来如此，外面吵闹是因为你吧？我准了，上前说出你的名字。装模作样吗？太难看了。神呢？不，杰西斯。那边的，那就是。辛苦你把他带来了，来，到我身边来。你休想碰他！是需要对你进行褒奖吗？也好，凡人，我认可你的功绩，前来领赏吧。你想要什么？凡间的统治权吗？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为什么要不断挑动纷争？每一场争斗，耻辱和死亡，每一个人的苦难和心痛，你都看不到吗？难道被鲜血与战火染遍的，就是你所希望的世界的样貌吗？这是实验，战争催化了实验的进程。实验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。所以才有很多人问过我，这个世界还要受战争折磨多久？血腥的时代何时结束？他们当中还有人质问过你的神像，神还要从人手上夺走什么？人何时才能解脱？你所钟爱的愚蠢战争，是吗？这里就是真正的终点，一切的肇始、约束的地点，也是能改写世界的唯一的地方。不过，从这里感觉不到那因为原罪而充满污秽、遍布着悲伤的大地。为什么？杰西斯，是你选择隔绝了他吗？憎恨的形式有各种各样。你会被自己的造物所憎恨，你理解吗？嘿，在一切虚无与尘埃中消失。原来如此，对神灵来说，一切都是没有障碍的，因为那不永恒的，于你而言都是如同虚幻。这便是你的力量吗？但这世上没有比全知全能更加软弱和无能的力量了。木，是你得偿所愿的时候了。你们能躲开这一击吗？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待在我身后好吗？我没事的，相信我。木，这里可没有能用吼叫威慑的敌人，打起精神来。准备好了没？木，我们要拿出真本事了。为您效劳。
是来自造物主的应许。杰西斯，你的力量中没有任何信念，只剩下苍白与软弱，这就是你的懦弱之处，你畏怯凡人的感情。凡人无法看清世界的本质，所谓苦难只是时空尽头的点缀。我自混沌未明中现身，掌控一切元素之力，群星、天命。别担心，我可是大母女啊。不过，对不起，我明明知道，为了救人而自己受伤是多么伤害对方的事。哦，您是这边的虚无，你在期待着什么吗？为何不直视敌人的眼睛，神灵？杰西斯，属于你的时代结束了，我会将天与地的法理重新编撰，实现世界的进化，赋予被气质、被诅咒的容器祝福，将其引入未被污染的乐园。我以真理之名统御秩序之海，世间一切星痕听从我的召唤，并其获得治疗。对他来说，死亡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虚幻的，就像在做梦一样。这家伙在梦里也会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吧，不如说他已经在那么做了，然后一发现这边有破绽就准备复活过来重新夺回一切。别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话，你其实不想杀死杰西斯吧？那就去想办法，就算失忆了你也清楚吧，只有你可以改变杰西斯，所以接下来就靠你了。那么这样就不是分别，是暂时，暂时是再见之前的准备。去吧，去看看新的世界。
谢谢光临。简一，小逆，海瑟，小逆，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